的父老乡亲，亲爱的父老乡亲们，大家过年好！家乡的父老乡亲们，大家过年好！大伯，想死你们了！老铁，过年好！街坊邻居们，大家过年好啊！此情此景，我要。不知我可复否？啊，每年我俩都登台，庙宇逗您乐开怀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我师父郭德纲。美丽鞍山欢迎您，到这儿我请你们吃烧烤。你直播用嘴，我跳舞用腿，你咋不回家播去呢？你个小黑鬼！你这两条大粗腿，不登可抬灰，干我可嘴。回家去喝水。你给我滚！没听明白是不？跟我滚！不要脸！大伙可能不太明白。嗯，我不太愿意跟孙老师在一起说相声。哦，你才明白过我这味儿来。真的，我早就不愿意了，我告诉你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这个孙老师这个人呢，智力不行。山上有一百只羊，嚯，不少。突然间有一只羊搬走了，打一明星，没有口音。那就不知道了。易烊千玺呀、啊！哎，对。您就琢磨，我十年就这么哄着他玩，你看了吧？百因必有果，宝宝不想你受挫。搁哪学的这玩意儿？这老伴儿，我那意思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肤浅，现在肤色一点都不浅了。啊，你肯定是卡住了。啊、你看，你抬起来。嗯、啊。那我怎么就能进去？我怎么就能出来呢？哎呦！你看我。哦、啊。你看我怎么就能进来？我怎么？我。我怎么？快来救我！你看我这小尖脸，进去了，出来了，进去了，出来了，进去了。哎呀呀！哎呀妈呀！哎呀哎呀！我来了，卡里了。哎呀妈！一二，下水，起来吧。没事。哎，不是我跟你在呢。哎呀，你别管，主要是不要让他下水捞手机嘛。快下去！哎，你咋出来了呢？哦。起来吧，喘口气儿。没事，不是师傅，你这是不是太缺德了？咱主要是救他呀。对，快下去。哎，你咋又出来了呢？哎，起来吧。师傅，你这是不是太狠了？这样一定能赢他啊！下。哎，不能玩赖啊，不能玩赖。下，起来吧。没事。哎，逮着了吧？尴尬不？好尴尬呀。哎，我跟你说姐啊，以后再去汤岗子一带打听宋晓峰，没人知道，你提宋三炮全认识。三天炮一回呢？一天炮三回。他那小脸炮的多嫩啊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回来之后我才发现我姐夫啊穿四套衣服回来的，没有一套是他的，他把别人衣服全穿回来了。我估计那四个人现在还在温泉里泡着呢，我那都得泡夫呢。谁碰我那包呢？大哥，那你说呢？我碰过呀。你给的我吗？但是我不可能在里头拿一万块钱呢。对，但是他里边确实少了一万块钱呢。你不认你就我浑身上下你就翻，不可能翻出来一万块钱，翻出来一万块钱我是小狗。不是，您刚才说什么翻出来怎么着？是小狗啊。那这是啥呀？大哥，那你就叫两声让大伙听听呗。哎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就是我们俩这婚姻相当于嚼口香糖，前半段有点甜，后半段没味儿，分手了就相当于吐了。你现在啥感觉呀？老伴儿，我属于咽了。